嗨，大家好！当咱潮汕话台湾这个国字用好在，伊通常是形容词，表示非常，比如呐，过硬、过高、过好啊。遐番有界个呢，就是听到副词用，相当于秘密界、花蜜界。当咱日常台湾也用过在，比如形容一位无人气，非常安静，那会呾哎呀。正过拍骂，当无病离过这件事终于发生的时候呢，会当啊讲过嘴骂。有个人过于咸湿，明明有好多物件，到别人爱家接的时候，伊哩坑咪咪，那但是人嘿咸过老大，形容人心肠过毛，经常搞破坏做恶事啊，那但是个人家心肝乌过白，个人直接无做事，躺一点拉拉嗦啊，那就但是个人哎呀直接换过香表示这件事非常过于有病亡生，那会得过于过食碗水，有个人面相过唔老实，比如张飞啊，比如李逵这些个人，不能饿着，大有水个人饿着就心内就会得，哎呦，惊过饿着鬼，有个人做了唔文明嘅事，帮别人批评，可能笑嘻嘻，唔过于正，让那一个人，哎呀，你只面皮啊，够过过老少啊。你看有地图付出的形容词，也欢迎你留落来评论区，甲大家分享。